蔡雅塔的位置相当的微妙，可以在这时候做一个波协同。是，看一下两边打呢都非常的谨慎啊，对，完全不敢做一些高风险的动作。有火箭弹幕了，但看到海军神又先杀了一个，哇，这么双 T 秒杀，这个距离没有办法挡住的。不过我们看一下后续的伤害还不好说，是各自都是拉了一个人，并故事的玉神提早交了安可再死掉，马上做一波的协同，看到前方的血量有点危险，海军神的炸弹还是炸掉了一个人，剩死掉。安可虽然说补掉一个人，但我们看到决斗士队现在仗着自己开了胜的状况下往前打一波，但并没有打出效果来。是的，在胜结束之后马上做一波前压，但是 Shades 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天使跟 Shades 互保，这边没有办法奶到了，双辅互保，保的时间其实已经算很长了，只不过没办法，自己在自己有优势的状况下是没有叫招拿到优势。这个核爆怎么说，收掉了，炸了一个，那这样子还有机会，还拿了心机甲再吃了一个脉冲炸弹。我们看到 Fisher 也是交出了原始暴怒，对，打死了 Verbal。Fisher 这边的原始暴怒效果有点好啊，直接三杀，再打一个，但还可以再缓一波。六个人重整，再走回来防守一波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海军神也换了一个法老金，是选择直接从小房间跳出来，集火后排逼出他一个非常早的圣诞。Kareem 在上方制空权已经先抢到了，是的，抢到之后这一波跳其实跳的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好。这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，毕竟英雄队他们原本就占了地形上面的优势，想要隐蔽起来开第一枪秒杀，但是还是被发现，没有杀到人。我想看一下 Asher 到底是在什么位置。正面哇、你是说 Kareem 吗？这个对 Kareem， 我想去看一下 Kareem 在什么位置。哇，只要狙一个，全场欢声雷动。英雄队这个时候就拉右边啊，他们进攻方右边不用卡车了。这一波直接吃上方，但是没有人处理黑百合的状况下，你会被他狙光、狙完。Kareem 血量非常少，甚至先交了，但是这一手脉冲炸弹竟然带到了海军神身上。对，这个是队友走位稍微有点失误，漂亮，终于是反将了一军。但是我们看到车子推进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，这一波还是 all in 才打下来的，看起来动作也是有点保守。但是在黑百合这边已经先分出胜负了，对空砍掉温斯顿，空中解体，能不能再找到查塔？再补掉了 Fisher， 及时过来保了海军神一手。其实这边我觉得有一点很好，就是队友这个时候打得非常的及时。来了，疯狂灌炮，后面人踩夹子，夹到一个人，顺这边竟然是被骗到了。那肯定是会有人在那放夹子的，对吧？对，而且顺这样一死的话，其实就全盘都崩了。温顺来卡车。用屁股对着你，炸弹轮胎给了，炸掉机甲，这个效果还不错，再秒杀掉。现在有一个人数的优势，但是己方天使在温斯顿面前原地自爆。不过上了扫机甲一样可以打的，毕竟二楼的争夺的话，己方这边绝对是优势的。Fisher 流了一滴眼泪，决定还是往前为自己的队友报仇。但是开启了，这手中有一个原始暴怒，还没有果断的去找到黑百合的位置。车子没动就是好事情。只勾了一手，车子还没动，顺死死的卡在这。但是决斗士队现在手中 Fisher 原始暴怒开起来，要打算为刚 B Goose 的死亡复仇。Asher 一枪先打爆了 Uncle 的头，是的，后面被抬起来之后，海军神收掉了苏文，这边要去车，再杀有刀了这一波，哎，机甲上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现在人数已经优势了，现在决斗士的气势不可挡，输不了团啊，这波团输了就没有了。小迪把弹出来也是要马上被秒掉。苏恩闪过来之后，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？碰了一下，海军神也是在找一个最好的时机拔刀，选择先保后排。是的，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。圣这时候开起来了，再反打。没有选择，还要没有选择拔刀，先找下来。好的，逼出来他的一个圣。那拔刀找后排，找到了 Curry 的黑百合，一刀砍死，够了，足够了。再砍了一刀在天使身上，被他抓到，但没有关系。现在被 Asher 收掉，这样子的话 ，Asher 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，又要开始做收割了。决斗士还是稳稳的踩在车旁，而且现在持续的在收头滚动这颗雪球。兵叔手中一个核爆，准备压在车上结束这场比赛，没有人可以碰到车。治疗量呢？这边奶妈在哪里 ？Kareem 竟然在这样子的节奏死掉，没有任何人来补他。洞里面的人清掉，小口子。对，哎，这边温斯顿有机会，温斯顿还是被续了回来。Fisher 还是没死，还是一波的交火。但我们看到上方这个点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裂空。对 ，Shuffle 是在这边的一个矿洞里面。挂球打不过的，我有球带球上篮，你打不过的。
这个就是在安娜一般打得非常主动，就这么打。哇，刚好打出一个原始暴怒，不然就死了。对的，Fisher这里看能不能击杀到人，但是所有六个人都在处理 Fisher 一个，没有办法再继续交战下来，还是皮了一下。对，真的我要皮了一下，真的是皮了一下，然后 Shepard 就被炸掉了。对，皮这一炸开心吗？很开心，两个炸弹收两个人，长枪体系已经崩了一半了。除非现在 Shes 五星连珠再杀一个。 哇，这边逼出来了一个圣和一个自爆，后续伤害可能不足，但要续下来可能没有办法了。血是拆掉机甲，还有办法做到其他击杀吗？做不到了，没办法了。这边先死一个，确实有点伤，而且那一波 Fisher 的一个技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收效。哇 ，Sherfo 有机会返场战术目镜，不过我们看到 Uncle 手中有圣的，所以说不太可能可以逆转。 说看一下二楼来了个温斯顿一枪，再不一枪就要死了。哦呦，还好这边吃了一下，还是保了一下，但是有大招的 Shervo 先死了，Fisher 也死了。哎呦，长短枪感觉这边打的节奏有点问题啊。对面已知是带黑百合的，不能跟他做更多的消耗，要把主动开团的。你、这感觉输掉这一波第二段也是要一次带过去。对的，要不然终于放到第三段了吗？双 T 卡拐角，哦，这边一个螺旋回跳。但是还是要主动去进攻， 打得有点太被动了。这里浪费自己有大招的优势，核爆交在这个位置，印藏还给了，只为了掩护小地方换回他的新衣服。是的，而且这边对手也交了一个肾，后手反手，有狙掉一个，但是顺这边也炸掉一个。现在在车旁的战斗看起来，英勇队是拿下了胜利。 DJ 在车旁尽量的蓄时间，但是应该也蓄不了多久了。但是Shes这边反手交出来一个肾的效果没有特别好啊，是的，还是掉这么多人。Shes今天有几次这个肾都不是很有效果。那这样子，Shepard感觉出不来了呀，要被封门。而且 Kerry 中真的最危险是Kerry现在已经在一个800米的距离外架好他的狙击枪。对，这个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。你谁来处理 Kerry？Kerry 今天又这么的准，确实。 挂个一伤，不管是谁，两枪死。看他的画面，开心打靶，真的打靶，把车先卡住。二楼的争夺现在是处于一个白热化阶段。小房间来人了，双体一波协同，能不能收掉后面后三？漂亮，这个后排阵地真的是爆炸。这样子的阵容真的接不住决斗士队这样子的放狗阵。光就虽然黑百合不输出，你光就 D 靶，这边机甲也打出来了，小迪靶再被击杀掉。开视野，来拔刀，走，砍后排。这个没想到，不好意思。<笑>我好像讲的这么理直气壮。拔刀，然后后面对面交技能守下来。但是这一波是主要是被炸了两个人，不然其实他们这波是蛮有机会打的。是节奏就是这么找的嘛？节奏就是这么找的。 但是否回不了家了？对，看他站在这么前端的位置，准备你看一粘，被吸，粘下去被吸，漂亮。<笑>这一波 Verbal 交个女武神抬血，主动跟前排打是可以赢的。是女武神开起来往前打，所有人围绕着这个女武神进行一个团队的治疗。是的，不过我们看一下 Fisher 这边是配合温斯顿再次被血这个点掉，但车子要到了，吓死我，遇事不决上死神。 遇事不决上死神，啪啪啪！Curry 的最爱。对，这一波拍效果还不错，不过自己血量不是特别健康，逼了一个走位。但是 Shes 还是点掉了顺，这边又少了一个 C 位。现在决斗士队拉扯拉打得非常漂亮，这个核爆要人命啊！一个闪光温斯顿在空中爆炸，形成一个美丽的烟花，还在拖，再拖延就没有第二步的机会了。看起来是要直接拔，砍不到。 砍到了，被温斯顿踩了一下，Fisher这边帮忙了一手，推了一波血，再砍一刀，至少 Shepard 找人还是找得快的。说掉栓斧，哎，打，要被弹死了。这样漂亮，还不好说，还不好说。但是还没有结束啊，这么漂亮两个击杀术，但这一波爆炸有机会，现在只能依靠个人的操作。现在双臂都有大粘到，但是 Fisher 马上吼了一声，开启原始暴怒往前拍。这时候 Uncle 交出了肾，维持住前排的血线 ，Fisher 的伤害并没有办法做到任何击杀，但他至少可以牵制了一下后排，好像没有什么足够的治疗量，继续的往前打，快要打出了死亡绽放了。哇，这边看着这个天使，Shepard用一个闪光弹把 Envy 的眼去闪杀，决定要重整一波再打吗？这样子时间还没有打出一波团战，哎。
OK， 他还是找到机会了，找到机会了。想说时间已经浪费了一分钟了。我说了，刚刚这个上坡就是打一波，再解决掉文斯顿，而且这一波是英勇队压了一手硬仗。既然现在人数劣势的话，英勇队就尽量的在车旁交战。团战输是一定会输的，但看能拖延多少时间。是的，来创造机会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会不会照着剧本走。好，女武神开出来，雪线抬起来继续打。Shuffle 也是在后面打得相当开心。对，没有人敢去直接碰到这台车。第一把站在那个位置非常微妙，但是费了一样跳过去的瞬间，哇，这两枪打靶，就是打靶靶加环。哎呦、哦，这个就叫做横刀夺爱。哦，这边难道要打个加十了？感觉六个大招还是打输了。车面有人吗？车面还有一个顺。有一种预感，我要买车买房娶老婆，有点难。杀！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拆前排漂亮，这波机火做的，然后继续找木架。机甲先拆掉，现在只要稳稳的把温斯顿解决掉就可以，因为其实只有温斯顿能来碰车。Asher 又偷偷摸摸的想干嘛？配合原始怪，又是一波协同，漂亮，辅助没有大招，又是很快的解决掉了。是的，抢节奏抢得非常的好，这个 M 小妹妹我觉得都不用杀她的。车子还在推进啊，死神迟迟无法在前方打出一个破口，因为知道你是死神，我前排坎坷的动作就很好做。原始拔刀，砍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哎，没有，四个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三个半。不过这个效果已经非常好了，四个，五个了。大家在第一阶段感觉玩心还是比较重。对，第四张图随便先玩玩好吧，练练兵，练练阵容。结果发现好像不对，又被做一波协同，但是这时候 Uncle 极限回马枪，一个360度左回转，左腿勾踢死了裂空。但是看一下这边。车边上好像是打不过了 ，Shuffle 这个车已经走到前面来狙了。Overtime 前方没有人可以碰到这台车了 ，Overtime 要结束了 ，Shuffle 靠你了，靠不了我，没了，哎，靠你了，没了，裂空对位完全不怕，拍个视野 ，Fisher 配上这边的一个变速，两个，两个，至少两个，真的是个大爆炸，赶紧撤，赶紧撤，超级加倍。超级加倍，说不定有机会的。双 C 这个时候配合配合这个天使女武神直接去打一波后排，还有机会。但是已经看到原始的位置了，第一把这边保了一下，而且拆下塔，一枪，终于是来了。不过一个钩子 ，Asher 也在后方击杀掉 Uncle，Fisher 再次的找上了英勇队的辅助，牵制住他。这个女武神完全不敢进场，现在进来也是有一点为时已晚了。是的 ，Fisher 在开启原始暴怒往前追，一拍。两拍，再拍，哎呦，摁在墙上拍啊！你皮，皮不动了已经。这核爆叫出来也没有办法掩护到什么人了，炸了一个 Asher 跟一个机甲，是不是还有一点机会呢？哎，怎么感觉要逆回来，逆转回来了？左一枪，右一枪，但是这个剧本上演之前就已经先死人了。对 ，Fisher 这边感觉血线也不是特别健康啊。哇！再炸一波还是没办法，这感觉温斯顿活不了呀。Shuffle 过来拉这个位置太舒服了，一枪补掉了。Shuffle 正在这往前带，现在是一个6-5，英勇队要创造奇迹了吗？炸掉一个顺，现在少了一个 C 位，但是胜补上去，绝对不能输，没有人敢离开这个车。是的，这个时候看 Perif 这边能打多少输出了，但是却是个后手胜是比较优势的，而且防守方复活点比较近，费的及时回场 ，Envy 还没死。差一点就拿回机甲双踢掉，那这就没了，相当可惜。如果这个再拿回机甲去回来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英勇队要打回来了。对，我觉得能打这边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了。